好，我们来关心天气了。受到在今天东北季风稍稍的增加了，所以呢，北北基宜花云多，而且容易下雨。中南部的部分则留意一下日夜温差大。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电量降雪哦。现在今天的部分哦，大台北啊东半部靠近宜花区域呢，还是比较云量偏多，偶有降雨。那么越往基隆北海岸的话，依然是阴天，容易有小雨。其他地区呢影响不大。不过呢，我们看到在今天的部分，其实呢，接下来呢是越晚会越冷，而且呢在周四。 开始一直到周五，接下来是这一波的这个冷空气来袭了，尤其现在强度是直逼是大陆强烈冷团的等级，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保暖。我们就来看到是这个温度方面，白天高温在北部宜化地区比起昨天稍微凉一些，是19到22度，但是日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以上。那么接下来周四开始，冷空气来袭，强度呢直逼强烈大陆冷团等级的，所以空旷地区甚至有机会来下探9度。那么其他的一般地方呢，平地地方是大约是10度。 左右，而且北台湾气温下降哦，下半天起越晚越冷，而且水汽也会变多。北部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降雨的机会，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在这一波的这个周五的冷空气影响之下，北台湾极冻，那么水汽是逐渐减少的，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。